日本透明系美人始祖广末凉子暌违22年再度推出个人写真集 C'est la vie。一点都看不出来，她经历了2段婚姻，现在是3个孩子的妈。这本写真集从她40岁生日之后就开始筹备，耗时2年，记录了她不同的样貌。其实今年初她拍摄的广告就曾透过特效后制的方式，让相差25岁的广末凉子同框共演。変わんないね、ベーコンポテトパイ。マジで変わんないよね。変わんない秘訣は？変わり続けることかな。话虽如此，但观众都被他的逆生长给惊呆了。这次的写真集推出，更是让大家直接回到90年代，梦回20世纪最后的美少女。